抖音新，咱们现在开始吧。我看几位老师也都到了，王老师到了，还有于洪波老师也到了。哦，好。那个麦克风出了问题了。喂，请问可以听见吗？可以听到。如果能听见的话，可以在聊天框里回复我一下。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应该可以了。好的。不好意思，刚才因为那个设备的麦克风突然出了问题，所以我临时换了一台设备，那我们的讲座准备开始了。哦，我先开始吗？不是，那个老师，我还有一些背景介绍，我再打开我的那个 PPT。哦哦，好的。不好意思，等一下。那，哦，没事，我听错了。想。哦，这样应该可以看到 PPT 了。然后，
大家好，这里是生命与潜力学社，然后欢迎大家参加本次讲座《下个十年：生物脑与人工智能的时代碰撞》。然后，生命与潜力学社成立于1991年，社团致力于对大脑潜能和生命潜能的开发。历年来，生前举办了数十次大型活动，吸引了全校师生以及众多社会人士，也曾举办过数次大脑潜力和脑科学知识竞赛，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那么今晚我们邀请到了三位重磅嘉宾，邱希鹏老师、于洪波老师和王晶老师，以及我们的于玉国老师，来介绍脑科学与人工智能的前沿研究，探讨两个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展望下个十年生命科学与类脑智能技术的巨大潜力，带领大家学习和了解当前生命科学与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现状和美好愿景。首先我来介绍一下几位老师。邱希鹏老师是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的教授和博导，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围绕自然语言处理的机器学习模型构建，以及学习算法和下游任务应用等。然后于洪波老师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和博导，主要研究视觉神经生物学，曾经研发了我国第一台基于内源信号的光学成像系统，并在复旦搭建了整体动物双光子激光成像系统。那么王晶老师是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的青年副研究员，主要研究脑机交互接口成像技术在脑健康智能调控领域的应用，以及仿生神经元网络等等。最后是我们的社团指导老师于玉国老师，他是复旦大学智能复杂体系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实验室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脑皮层神经信号电活动生物物理机制、脑疾病的神经网络机制以及神经信息的编码机制等等。那今晚的流程是，首先由王晶老师和邱希鹏老师分别带来个人讲座，随后四位老师将和同学们展开关于脑科学与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主题讨论，回答报名问卷上的相关提问，也欢迎大家开麦或者打字和老师们进行互动。那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什么是脑和类脑前沿研究，然后老师们的研究方向和类脑智能有什么相关性。那这里先请各位老师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于老师，您可以先讲一讲吗？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内容所涵盖的内容。这个脑本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处理信息，然后并且做出适当的反应，对吧？然后这个接受各种各样的信息。那么大家经常把信息理解成为是一个外界的刺激，但是不仅仅如此，这个信息包括外界的刺激，也包括内在的这种反应模式，对吧？比如说我们在调集自己的这个过去的记忆的时候，我们情绪产生的时候，我们的内感知等等，情绪等等，也是一种这个刺激的形式。那么这种多种的刺激形式，然后怎么样在脑当中进行处理，然后进行控制，从而指导我们的行动，这是我们脑当研究当中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当中当然有涵盖了很多很多不同的领域了，有从神经元的角度，就是单个细胞它是这个怎么样工作的，来研究这个问题。有研究脑疾病的，比如说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帕金森氏症啊，或者亨廷顿氏病啊，或者老年痴呆症啊等等，从脑疾病的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了。但是从我的角度而言呢，最核心的问题
其实是信息处理的机制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信息是怎么样在脑当中进行处理的啊。那么把这个机制搞清楚以后，有助于我们走向下一步，也就是类脑人工智能啊。然后这个，但是呢，类脑人工智能不一定它一定是需要和人脑完全一致的。那么我们其实很大程度上只需要它的一些，知道它的一些基本的运行的一些机制，然后使得它的表现形式和人类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接口就可以啊。所以说这个我们的这个自然语言啊和机器的这种编程的语言怎么样能够这个汇集在一起，也是一个问题所在啊。因此说，就是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人脑当中的信息处理的方式仅仅是一种智能的方式而已，对吧？那么我们这个世界上面还有其他的生物，对吧？那么他们也有他们处理信息的方式，那么甚至于可能还有一些我们不为我们所知的其他的一些这个生物，那么它的处理信息的方式也不同。那么包括到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种计算机的网络，那么它也有它的这个智能的处理方式，那么相互之间是有非常多的可以借鉴的地方的，对吧？将来也有这种融合的可能性。那么核心其实就是信息的算法啊，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那我就先说到这么多吧。嗯，好的。那接下来，因为邱锡鹏老师和王鑫老师等一下会有个人的讲座，所以能不能请于玉国老师再来介绍一下呢？我们这个个人讨论环节是不是等到回头再一起讲一下？因为毕竟我们还是挺期待王鑫老师和邱锡鹏教授的精彩讲座，然后的话我们可以展开丰富的讨论，你觉得这样怎么样？好的好的，哎，那如果这样的话，就先请那个王鑫老师来讲一讲，关于可穿戴式脑机通讯技术的相关研究进展。王老师，您有那个 PPT 吗？啊，有。那我退出一下。大家好，能看见屏幕吗？可以的，可以的。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呢，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类脑智能和脑机交互的一些前沿科技的发展。我是王鑫，是复旦类脑的青年副研究员。首先介绍一下复旦类脑研究院。它是国内高校中最早成立的脑科学与类脑交叉前沿的研究机构，意在呢面向脑重大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的需求，开展人工智能算法、类脑智能技术的基础和应用研究，目的呢是要建成世界一流的脑与类脑智能的前沿研究机构。这是我的个人简介。我的研究方向呢主要是包括三个方向，一个是拟神经态的类脑芯片，第二呢是脑机交互，第三呢是柔性可穿戴的电子。那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这个行业的现状，脑机交互行业的市场规模。目前来看呢，到2024年预期，在脑机交互领域用户的规模将会突破万亿。从融资数据来看，2022年已经达到了一个小时段的高峰，超过了数万亿。那么全球的泛脑企业有1500多家，中国呢有50多家，比如说美国的 Neuralink、 中国的脑虎等一系列的企业，他们都在这个领域深钻。那么他们也是各自给自己的企业定了一个短期或者长期的发展目标，到目前为止，这些前沿的科技呢都还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呢，这未来有无限的想象空间，而且是一片非常大的蓝海。从发展的趋势和政策来看呢，就是它脑机包括脑机交互、意念的
意念的交流和神经数字疗法，它一直是跑在医疗领域的前沿。那我国的2030脑计划也是提出了要加强脑健康的智能化、精准化、早期化和数字化。我今天的汇报呢，主要分成四个部分。第一呢是脑健康管理和类脑智能，这主要是从那个脑健康的一个角度来讲。第二个方面呢是我自己做的一些相关的工作，柔性可穿戴的器件以及脑机交互。第三个呢是脑机交互在疾病的治疗和改善方面。第四呢是未来的一个展望。首先第一个方面，那么我们这个类脑智能，它发展到最后一个高维度的应用层面呢，就是脑健康。那么我们就要最终的目的就要是打造一个脑健康的平台。那这就需要我们从技术的深度以及自身技术的闭环能力有一个比较高的要求。那我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展开介绍。第一部分呢是脑健康的分析报告和脑体检。第二部分呢是脑疾病的预测。第三呢是脑疾病的治疗。第四个部分呢是把这两个合在一起呢，是脑健康的一个追踪和管理。首先第一个是脑体检。那我讲的这些内容呢，是结合了我们类脑以及其他的高校他们做的一些技术，以及还有企业层面他们做的一些技术的这样的一个结合。那开发这样一个脑体检的平台呢，它能够精准的对一些基本的脑疾病，还有一些重大的难以解决的一些疾病做一个常规的体检。那目标呢，就是说把这个体检这个事情要常态化，使每个人呢都能够在体检的过程中享受这样一个服务。它主要能检测一些脑白质病变、微出血、腔梗、体积的变化等。那脑体积的设备呢，脑体检的设备呢也是多种多样。那我主要列举一些那个在张江的国际脑影像中心的一些设备，他们主要是核磁啊、CT 啊这些多普勒的脑血流仪啊，就是血流仪这些检测。然后呢，最后呢就会形成一个检测报告，然后呢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以一个比较易懂的语言呈现给大家。然后呢，脑体检的这个功能模块，比如说香港博脑科技，它就做得非常全，包括三维脑溶剂、脑萎缩、脑另评估等。那我举两个例子来说一下。第一呢是智能脑萎缩和脑另评估，那我们是采用这样的一个脑另评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呢来获得我们大脑的年龄，通过将这个脑另跟一个正常的平均水平的这样一个去对比，来评估我们自己的脑龄是否正常。第二个呢是全息的组织图谱定量成像，那这样呢它能够一次这个技术呢它能够一次扫描得到10种全息对比度和5种的数字定量，这就为人工智能数字识别提供了最精准的机器语言和丰富的组织信息。就这两个案例，然后再从企业的就是应用层面来看，脑医生跟香港的博脑科技他们搭建的这个脑体检的智能平台，已经就是实现了健康体检服务的应用。他们呢也是上到了我们现在国内三个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体检平台，包括全景、每年大健康、爱康国宾。也就是说，未来这个业务有望普及，有望就是把这个脑体检的实现一个普及。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脑疾病的预测。这个呢，主要用到的是核心的机器学习算法。那主要针对的是一些国际性的脑疾病难题，主要是针对中枢神经，包括老年痴呆、急性脑卒中、抑郁、失眠这些疾病呢，它的特征是患者人群庞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有效的解决策略。那因此呢，我们这些在前沿的团队呢，主要是从事从零到一的这样的开创性的研究，去攻关这些国际性的难题，完成技术的迭代，然后呢形成技术壁垒。那我也是分别举两个，举几个经典的案例。第一呢是老年痴呆的早期的智能预测系统。首先，痴呆呢，它是指的大脑的记忆力和思维能力被清除了。那预期2050年罹患痴呆的人数会达到1.53亿，我国目前就有1500多万的患者，居全球之首。并且呢，它呈现出了病程长、年轻化趋势明显的状态。
那好在他发病20年前，就是提前20年就会出现一些病理的病变特征，但是呢，我们目前还没有就是合适的手段去预测它，往往发现的时候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窗。因此呢，我们找到这样一个早期预测的手段是非常迫切的。复旦的泪脑学院和华山医院，他们联合开发了这样一块软件，能够提前10年，然后对痴呆的患病几率进行了一个预测。最新的成果发表在《柳叶刀》的子刊上面。然后呢，它的这个预测评分标准呢是高于目前国际上临床认可的这三个标准，评分能达到0.89，这也使得它具有一个表现出了高效、可靠、可适用人群广的特性。第二个评估软件呢，是已经实现了，是脑卒中的分型软件，它目前已经实现了商业化，公司叫脑喜。然后呢，它的医生呢，就是用过之后的评价比较好，他目前呢是拿到了3类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有200多家的医院在使用。它的特征呢是能够快速精准的通过图像的方式定位这个卒中的病灶部位，同时呢，它的精准度也是超过了国际的一些应用软件的标准，它能够实现7×24小时的全自动待命，在2分钟之内就完成一例急性卒中患者的全方位影像评估，大大的减轻了影像科的医生的工作量。第二款评估软件呢，是针对于急性卒中患者后期的取串决策。那患者在后期到底是采取桥接还是间接的方式取衰，是一个比较重大的决策。那这也是一项全球开创性的研究，是与那个长海军医大的附属医院长海医院进行合作完成的一个工作。然后呢，它能够极大的改善卒中的预后，使得预后率能提高10%到18%，这也是一个非常大幅的提高。同时呢，它的临床的评估达到零点七，然后呢是满足临床应用需求的。同时呢，它可以在全球的范围内进行推广的一个基础。首先呢，是它的数据非常新，第二呢是它的人群的被试人群637人的覆盖面积比较广。这样保证了它的这个，数据的可靠度比较高。同时呢，它的，这个，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应用界面检测的结果与临床验证的结果高度一致，也保证了它的可靠性。那第三呢，就是说到预测完，就是要开始进行治疗干预。治疗干预端也是举几个经典的案例。然后呢，是老年痴呆电刺激疗法的智能治疗软件，那这个成果呢是也是国际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在 Nature Neuroscience 上的一篇文章。然后呢，它的结论表明，每天进行20分钟的脑电刺激，连续4天能够改善65岁以上老人的长期记忆和短期记忆，并且这种效果呢能够维持至少1个月。那它的具体的一些参数是对。顶下的小叶进行4赫兹的刺激，然后能够产生短时记忆。对，用60赫兹对前额叶背外层皮层进行刺激，能够产生长时记忆。那么我们的，用的设备也是柔性的电极。这个电极呢，它一方面能进行脑电探测，同时呢，它还能施加一个反馈的电刺激。这个呢是诊疗一体化。也是在治疗端的，那主要是通过脑机交互的智能调控技术来实现。这是我们研究院王寿元副院长的一个研究成果，他获得了国内日内瓦的一个银奖。他能这这套设备呢，能同时的实现3个功能，多通道神经信号的采集、实时的数据分析和反馈的电刺激。那这一个技术呢，用到了2个领域，第一呢是失眠数字疗法，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大规模人群应用推广的阶段；第二呢是认知数字疗法，已经进入到了教育和高危行业，来通过提高人的认知能力还有专注力，来起作用。同时呢，这套脑机交互的体系呢，也建立了从算法专利到技术的专利，到技术的这样的一个专利池。
那在治疗端就要提到我们的中医了，中医博大精深的效果非常好，尤其是它在治疗端效果非常显著。那我们如何把这个中医的治疗体系也能实现数字化？已经有不少的企业和高校在尤其是中医药的这样的大学在做这样的事情。那比如正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就借助大数据云平台，然后人工智能。赋能中医药体系实现了数字化的管控。他们开发了一些，治疗和诊断的诊断和治疗的设备。诊断的设备主要包括面诊和舌诊，还有经络诊断。然后呢，治疗端呢，他们开发了艾灸仪、针灸仪。那这一套系统跟我们西用的这种核磁和那个 CT 设备，如果是实现中西联动，它就能够更好的，去。提高就是脑疾病，他们的诊疗效果。第四部分呢，就是这个如何把这些脑健康的数据进行一个管理，就是从广度上来说，那我们就是要从它的从头到就是实现对这个从体检到最后的数据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完整闭环的管理，包括体检报告，然后呢，包括这个诊断治疗环节、治疗设备以及C 端的个人用户的管理。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体检报告的管理，每个用户他会通过自己的账号会去调用终端服务平台的服务，那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个人与终端服务平台的这样的联动。第二呢，是通过就是在这个平台上有很多的这种医院和大健康机构，然后呢可以通过与他们之间实实行实施互联，然后呢管理治疗环节。第三呢是通过管理这些声光电磁热的理疗设备来管理这个治疗端。最后呢是通过在手机的 APP 或者小程序，做一个个人的脑健康管家，下载这样一个小程序，然后呢就是个人用户呢最终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实现我刚才提到的各种各样的脑健康的管理以及服务。第二个部分呢是我自己本人的工作是在基于柔性可穿戴的电子和脑机交互。拟神经肽芯片机的柔性可穿戴智能电子，它主要从结构上来说包括三个部分。第一呢是它的硬件端的柔性电子感应器件，然后呢结合拟神经肽的芯片，这个呢是主要是提供算法控制端，再结合物联网通讯体系，就构建了这样一个完整的体系。它的优势呢就包括这些方面，然后呢它应用的案例也是我举两个例子，第一是合体的，就是。把这个柔性的电子器件与人体直接结合，然后呢，实现一个人机交互，起到比如说监控人体健康的作用。第二呢是离体的操作，把这个柔性的器件放到机器人上面，然后呢人环境和那个机械可以通过光、磁、声这些的介质，然后达到人、机器和环境的三者之间的交互。下面具体讲一下这些器件。柔性的电子器件主要包括两部分，从侵入和非侵入的层面来说，第一类呢是非侵入的，就是这样的柔性电子器件，比如我们现在经常佩戴的华为或小米的这种手环，它们主要运用在大健康的领域，它们可以用来监测这个温度，然后呢，脑电、心率和运动的状况。第二呢是侵入式的，它主要用在医疗监测领域。然后呢，它可以通过微侵入的方式去监测那个糖尿病患者的这种的血糖的水平，还可以内植到器官去检测器官病灶部位的这样的一个微环境的参数。那么具体的案例，它在应用的过程中我们以压力传感为例，这种要用到人体层面的这种，它就是一个薄如蝉翼的压力传感，它非常的微小轻柔。而且呢，它能够监测微小压力的变化，因此呢，可以把它用到监测眼压，然后颅内压、血压这样的领域。
那么我们在应用的过程中呢，发现三维几何形状更有利于在就是人体上进行应用，尤其是脑的这些方面，它能三维的形貌呢，能够保持它与那个监测部位具有更好的贴合性。那我们进行了一个不同角度的三维的设计，最后呢，就是说这样三维的器件通过跟水凝胶，通过3D 打印的方式，可以保证我们这个三维柔性传感器件的可复用性。同时呢，这种 3D 打印的模式呢，也为它的就是未来大规模的这种生产，保证它的应用做了一个基础。那同时呢，还需要满足如下两个特征，它们分别是：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做出来单一的传感器它是非常小的。那我们在脑领域或者是其他内脏领域用这个传感器，就需要它的面积非常大。需要把这一个复制到成千上百，那我们不仅要实现这个形状的复现，还要实现这成千上百它们传感器的功能是迥异的，保证它测量过程中信号的稳定。这是我们做的其中一个工作。第二个工作呢，就是要实现多功能的集成。我们进去既要测量脑电信号，还要测量它这个局部的压力、温度以及它的一些代谢的信号。因此呢，我们就通过一个空间的这样的，把这些电极进行一个有序的叠加排列，然后呢，让它实现多功能的集成。那最后呢，我们一个成熟的案例呢，就是把这样一个器件，然后与芯片等各种集成在一起，把它多功能集成在一起之后，通过 NFC 无线充电的方式，然后呢，实现了这个在人体的假肢上面的应用，取得了相对好的效果，就是测量这个截肢的这个部位跟它那个结合这边的压力还有它的那个粘合的这些微环境的一些基本体征参数。那未来，借助于这个柔性小贴片，它这么多的优势，我们可以非常把它好的，然后呢，用到脑机交互领域，根据脑机交互的这个场景进行我们的参数调整，相信也会有比较好的效果。那么，首先是做了一个这样的模型，在这个气囊的模型上面，然后呢，先是在这个球囊收缩的时候，把这个做的这个微创的这个器件。通过微创的方式给它植入，然后呢，当这个球囊展开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器件就有非常好的贴合到这个组织上了。这个收缩和膨胀的过程并不影响这个器件它本身的性能。接下来看一下它的功能，然后呢，在它发现呢，这个器件它能够同时的检测脑电信号、颅内压和微环境的信号，这也就实现了我们这器件可以大面积的用，同时呢，也能够做多模态不同信号的采集。那除了这些我们能够感知的这些信号我们还能给它通过这个电极的方式给它给一个反馈的刺激，也就是治疗端。那未来我们还可以集成这些热导率、含水量、杨氏膜量这样的功能进去，对它进行传感。那么，这样一个柔性的电子器件，它有什么样的用呢？我们把这样一个器件，然后呢，做成柔性可穿戴的器件，然后把拟神经元态芯片做一个集成，做一个完备的装置之后，对于非侵入式的应用，就可以把它做成这种像这样的头上这样的一些设备，然后呢，实现三功能的合一，预测，这是主要是通过算法。诊断治疗这主要是通过我们柔性的器件管理呢，是主要是通过那个运算模型，它给它一个执行的就是执行的操作。植入的通过刚才是穿戴式的，这是侵入式的。侵入式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智能的器件随着这个植入的这个医疗器械一起进入到血管的内部，顺着血管进去，然后呢去做一个脑机交互。那比如现在已经实现了，就是一个瘫痪患者，他成功的植入了这个器件之后，通过心脏的这个位置，然后呢，顺着血管植入这个器件之后，他可以通过他的大脑的意念发送推文，然后呢，这就是一个比较就是前沿的脑机交互的一个案例。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器件，柔性的器件还能实现什么用呢？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机器人，有
刚才于老师提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机器人可能不一定复杂，它能实现我们想要的某些功能就可以了。然后呢，去进行脑机交互，这样的机器人呢，它可以通过磁控和光控的方式进达到病灶部位，比如说到卒中部位，它可以把这个血栓给移出来。那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三个功能：第一呢是定位导航，第二是取栓，第三呢它还能够检测这个病灶部位的一些基本的参数，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多模态，它可以通过那个多模态去检测这微环境的温度、压力或者一些代谢产物。第三部分呢是脑机交互用于疾病的治疗和改善。那这呢是主要是基于一些企业或者高校做的行业调研，来展开介绍的。脑机接口呢，其实它可以用到各个领域，目前是医疗健康领域用的最多。然后呢，其次它还用在娱乐、智能家居、军事和其他的领域。那么它在医疗健康领域用，它主要是用来做监测啊，还可以做替代，也就是说器官移植等。还能做改善、恢复、增强、补充等这些。那基于神经调控的脑机交互，它焦距疾病治疗，目前已经实现了商业化。我们最开始最早的研究呢，主要是在做一些电刺激。那现在呢，是声光磁这些都已经开始深入的在做研究，并且已经实现了商业化。那从人工智能的耳蜗到现在的脑声刺激，再到经颅磁刺激和近红外成像，那未来呢，希望就是能够拓展到其他疾病的改善或者治疗。脑机交互帮助神经受损患者实现主动的康复。那从传统的这种被动康复，就是比如说中医的针灸，然后呢手法训练等，到机器人的被动。修饰康复时代，然后呢，就是各种康复机器人那个也出来了一大批的企业。那到现在就是主动康复，这就涉及到了脑机交互通过就是说刺激你这种主动的意识然后让你去有这个再配合这种被动的机器人康复。那目前呢，是能够达到更好的康复效果。这一部分呢是类脑智能的柔性可穿戴产品已经实现了部分消费产品的应用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那个可穿戴式的外在的应用，就是非侵入式的应用。它目前比如说正念他们做了一个舒压的脑电设备，主要是缓解焦虑，还有用到小孩身上去提升专注力还有睡眠的产品。那在这些产品跟我刚才讲到的那个它的核心的区别就是在于这个算法。就是说这些呢，它能够去做一个基本的监测，然后呢，也能给一些声波的电刺激。但是如何能够更科学的，然后精准到个人去，就是学习你个人的这个生理的这个过程，然后呢，再精准的给你一个刺激，这是我们未来要做的事情。这是实现对外部的控制，改善肢体运动障碍患者的生活质量。比如说仿生手、仿生腿，然后呢，半植入式的这种 BCI 的高频脑电信号处理设备，然后呢，通过这些产品呢，未来可以改善绝症患者他们的生活质量。第四部分呢是脑机交互未来发展的趋势。目前脑机交互已经从原来以电为主，现在走向了声光电磁热各种综合手段。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红外疗法和这个脑电疗法，然后呢以及运动想象结合在一起，进行康复训练，已经成为了这个中风治疗的一个热门方法。它对中风的康复效果就非常显著的具有非常显著的效果。现在呢，在脑机接口的应用领域，脑机接口技术已经实现了个性化、精准化和情感化的脑功能监测和干预，成为了大数据与算法驱动的智能数字疗法。从我们的重大需求出发，然后呢，创新理论到关键技术到集成系统，集成的这个系统呢，然后，它能够进行脑机交互的神经反馈系统，还有数字化认知疗法。意念控制，
等下一代的人机交互场景可期待的能够变成现实。那从马斯克刚开始的他的公司做猴子意念玩游戏到患者可以通过意念打字，到现在的闭环进行意念打字，脑机交互的这种实现已经就是发生了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那么就是从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案例，然后呢，通过心脏和脑部的这样一个植入的这样一个微小器件，它能够进行就是人脑通过意念就可以打字。然后呢，这样一个产品呢，在2021年8月份的时候，已经通过了美国食品药监局的人体试验批次。预期到2020年的7月在首次在美国的一个肌肉萎缩的患者上面进行了临床的试验，它的效果非常好。那就是说从这儿可以看出，未来这种微植入的这种柔性的器件能够为患者的生活打开一扇新的窗户。未来柔性脑机接口是未来脑机交互技术的重点发展方向。这就是从柔性材料端入口。比如说脑虎科技他们开发的这个蚕丝带板，然后呢他们做的这个是脑机交互的一个就是重要的柔性电极，然后呢他们用这个电极的体系，它能够实现这个脑组织和这个器件的柔软接触。然后呢，这是一个就是在材料领域一个大的突破，包括我们做柔性器件，它的核心底材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要用这样一个核心的柔性材料作为支撑。这是其中一个。第二个呢是这种凝胶的材料，然后呢这是西南交通大学，他们做的一个用水凝胶做的一个材质啊，然后呢他们是把器件做到这个水凝胶的载体上啊，脑虎呢他们是把这个器件做把这样一个器件做到那个就是用柔丝用那个蚕丝蛋白做一个包裹，然后呢去就是作为一个介质，脑跟器件交流的介质，然后这个呢是用水凝胶做介质，然后呢它能够实现柔软的它能够与柔软活跃的脑组织建立无缝的接口，因为人的体内也有大量的这种就是凝胶态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并且呢在使用的过程中，这样的电极呢它记录的脑信号没有尾影的出现，表现出了非常好的稳定性和准确性。那这个呢是就是脑机交互的一个底层材料的一个介绍的一个介绍。那它呢是作为底层技术，是未来脑科技脑机交互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这是未来脑机交互呢将从经典的脑机接口到脑机交互到真正的脑机交互，就是更高智能的脑机交互，就包括人机共进、脑机协同。关于这个更深层次的脑机交互，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阿凡达，它呢能够将人的神经元跟它坐骑的这个神经元进行深度的交流，还包括数字孪生，那也是我们现在类脑在做的一个事情。那人有860亿多亿的神经元，如何通过构建这样的一个数字脑去模拟人类人体的这860亿的神经元，去构建一个数字脑出来，这就需要一个大的硬件支撑，也就是说把这个算力最后复制到一个你神经态的芯片上面，然后呢去实现人脑智慧的一个就是复制和应用作为一个载体啊。谢谢大家，我的汇报就到这里。好的，感谢王晶老师。那刚才，王老师从四个方面介绍了，就是信息技术和脑科学之间的联系。首先介绍了一些脑科学，脑健康平台，包括脑体检平台，还有
疾病的预测和治疗，以及脑健康的平台数据管理等。然后老师介绍了关于脑机交互几个方面的最新研究，包括他所在从事的柔性可穿戴电子的研究，以及最后两个板块是脑机交互用于疾病治疗和改善，主要是在医疗健康领域，比如说神经受损患者的康复以及改善肢体运动患者肢体运动障碍患者的生活质量等等。那在最后的部分里，老师是介绍了脑机交互的未来发展趋势，比如说像意念控制以及用以及脑和信息技术科学的更深的融合，比如说脑机智能、脑机协同、人机共进等等。那下面有3分钟的提问时间，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现在向老师提出。有同学开麦了，你是想要提问吗？如果不是的话，那我想问一个小问题，就是老师刚才您提到，就是现在的技术可以用非侵入性的方式来监测，比如说血糖这样的指标。那我想知道，对于这样传统上需要检测血液的这样子的检测，是如何通过对体外的一些信息的监测来实现的？那个它是微侵入式的，然后呢，只是就是说，相比于传统的那手段，它更灵敏，需要的样本量更少。所以还是有一定的侵入的，是吗？对。好的。然后看一下，那如果大家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就先进入下一个流程，然后如果有其他问题，可以在最后的讨论环节再提出。那接下来我们有请邱希鹏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人工智能的最新前沿动态。喂，听见吗？可以，可以。好的，大家好，那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下，就是关于自然语言处理的一个比较新的东西，可能最近比较火热，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就是这个ChatGPT。那么我今天呢，就是相当于因为 ChatGPT 它也没有公布，所以很多可能要讲的东西还是围绕这个主题吧，然后来去给大家串一串什么是自然语言处理以及它背后可能的一些技术。那从这个说到自然语言处理的话，那首先就是我们还是要从人工智能开始，并且和我们大的主题也是类似，就是说怎么让机器产生智能，以及呢怎么评价一个机器是不是有智能。那这个因为智能这个事是很主观的，到底什么是智能，比如说现在的就很多的这种人工智能模型，它到底是不是智能和人的智能是有什么关系，这个都非常主观，非常主观。当然也有人
会说啊，现在的这个都不是智能的，反正一堆算法在里面。那我们就得有一个标准嘛。到目前为止，就是一个大家会公认的一个标准，就是图灵测试，就是说你让一个人和另外一个计算机进行交流，如果你在一定的时间内没法判断它是这个是人还是机器，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是智能的。那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自然语言，因为你要和机器性交流的话，那么你就用自然语言交流，所以自然语言就是人类语。那也就是说图灵测试里面它其实才引入了一个新的任务，就是如何让机器理解和生成自然语。那说到自然语言的话呢，很简单，就是什么是语。我们可能从小到大因为就觉得语言是我们说的话，其实语言也不是。语言呢，它是在就是一个形式化定义下，就是它在一个有限的字符集上按照一定规则可以产生的无限的字符串的集合。这如果大家学过编程语言呢，你就会知道其实我们计算机上有很多的语言它都不是人类语言，但是它也是语言，机器能理解，还有规则也非常明确。而自然语言是指随着这个我们人类的文化发展所自然演变的这种语言，它和它相对的就是这个人工语言是人类特意为某种目的而创建的语言。它们两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自然语言是充满了奇异性和随机性，而人工语言是通常是确定的。比如说我们编程，你这个如果不符合文法去写，机器就没法理解。但是呢，如果自然语言的话，那你就虽然可能你说的话不一定符合语法，但是我们都能理解一些意思。另外一个就是奇异性，就是说我们的自然语言呢脱离了上下文，它就是有歧义的。对，就是这个也是自然语言它为什么比较难的一个原因。那这个自然语言发展已经非常非常这个就是速度就是或者非常快了，然后从原来的就在人工智能诞生之初就有自然语言处理这样一个领域，然后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领域，然后它早期会借鉴非常多的计算语言学的成果比如说词法句法分析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呢会使用的越来越少。那么现在一个核心的技术核心的一些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比如说像机器翻译、自动问答、情感分析、信息抽取等等，就是是在做自然语言里面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以及它的应用。比如说现在很多我们的智能客服啊、搜索引擎里面都会有这些这些自然语言技术的存在。虽然我们可能目前的这个整体的发展都是就是战远的整体发展还离这个通过图灵测试还是很遥远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在这个就是实际的生活中，其实有很多战远处理的技术已经是用在我们的这个很多日常的这个就是设备啊或者这种服务里面，像搜索引擎这种。对，像我们可能手机上经常用的就是语音输入法和这个打字的这种输入法，它背后就是语言统计语言模型。那么总体来讲，我们这个自然语言处理会分为两类，一个叫自然语言理解，一个叫自然语言生成。然后其中呢在很早的时候，就是说自然语言处理这个研究方向给大家澄清一下，就是它并不是研究语言学或者计算语言学。很多人会把，可能如果不清楚这一点的，可能会认为哎，那我研究自然语言是不是在一直搞这个语言学或者文学，这个不是的。就是自然语言还是一个就是那个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一个分支的学科，所以它基本上是用很多像现在
机器学习啊，或者统计啊，数据驱动的方法，用来解决很多的目标导向的任务，比如对话、记忆翻译等等。而这些完成一个任务，其实和你懂不懂语法其实没有太多关系，因为就像人一样，我们理解语言的时候也没学过语法，也没学过什么是文法或者什么是词性，都或者甚至还有人不识字呢，对吧？那他也可以理解自然语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自然语言只是达到让机器理解这个语言的目的就够了。那么至于是有没有什么途径，其实并没有一个就是我们说一定要按照这个路子走才能达到自然语言理解了自然语言就或者生成了这个这种约束。所以它的技术路线其实并不限制，只要你能完成某种任务就可以。那么我们在自然语言处理当中的其中有一个任务叫语言模型。什么叫语言模型呢？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像比如说这里有几个例子 ,cat, set, mat。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哪些句子它是更符合这个自然语言的表述的。通常来讲，比如说我们第一个会觉得这个是个更自然的自然语言句子。第二个虽然它文法可能会对的，但是一般来讲不太会这个出现这样的句子。然后包括比如说 high wind 和 large wind。这个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有些搭配会有些搭配一般在自然语言里没有说。所以自然语言里面的规则其实是非常多的，并且通常来讲就是这个规则我们是很难总结的。那我们怎么建模这个东西呢？怎么建模就是每个句子它是不是符合这个文法，是不是符合语言的规则呢？非常简单，我们就把它转换成概率问题，概率建模问题就好。就是我们给每个句子去赋一定的概率就是比如说第一句 the cat sat on the mat， 这个概率就比较高，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合理的句子，对吧？ 0.95。 然后第二句就比较低，第三句比较高，第四句比较低。我们认为越高呢它就越符合自然语言，越低呢就越不是一个自然语言。那大家可能会问，那我怎么去赋这个概率？其实这个也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网上有大量的文本，那我们就按出网上去统计嘛，就是把所有的文本当下来，然后去统计一下不同的句子它出现的概率就好。那当然这个还是很难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是个因为这个可能涉及到一点概率的知识，因为比如说这里每个词它我们的词表可能是，比如说英文可能是上万的，也就是每个位置它都有上万种可能。然后比如说一个句子，这里是长度为6的句子，那么它总共的概率情况可能就是比如说概率分布情况，在这个空间中它概率分布情况就是比如说如果我们词表大小是10000的话，它就10000的6次方嘛。在这么大空间中去建模这个概率其实就是也是一件非常难的问题。所以通常来讲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去分解成什么呢？根据这个概率的一些性质我们就可以分解，就是分解成我们每次呢就给定前面的一些词让它预测下一个词的概率，去估计这个，估计完了之后你把它连成起来，它就是一个整个句子的概率。就比如说给定是 cat 然后看 set 的概率，给定 set 然后看这个 on 的概率，这样就可以去就把联合的这个概率呢，一个句子的联合概率分解成每个词的条件概率。这个相对来讲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平滑技术可以非常方便的来去估算它。然后另外一个这种方式呢也非常方便用来去生成自然语言，因为它是一个个字生成的嘛。我们每一步就算一个下一词的概率，然后挑一个最大的生成，然后就一步步往下走就可以去让计算机去生成语言。所以这个模型就是它不单具有这个理解语言的能力，而且还有生成语言的能力，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语言建模的
工具就是这个语言模型。刚才讲我们的这个就比如手机输入法里面它就用了这个语言模型，就是相当于以前比如说你打个字，那么特别是中文输入效率比较低，因为同音字比较多，你打一个字比如说作业，然后它可能就是会作业这个同音的这两个词很多，那么你每次要选它的候选项，这个就会变得非常非常难嘛，或者非常繁琐，效率比较低。那么通常来讲，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语言模型呢去统计一下哪一种更有可能，然后这样就可以提高我们输入的效率。这就是语言模型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应用。那么我们怎么去训语言模型呢？这个就是可能要用到一些模型，因为这个就你就把它简单当成神经网络模型吧。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训一系列这样的就是模型，比如说给定 A， 比如我们就看中间这个给定 A 输出给定一个开始输出 A， 给定 A 输出 B， 给定 AB 输出 C， 对，就这样就可以用语言模型来训练了。那么这样就我们就训练出一个模型，这模型就叫GPT， 就是这是这个模型的名字。那么当然还有其他模型，比如说我左边列的 BERT也是一种模型，还有这个类似于给定一个给定一个句子，然后让它比如说补全的BUT T5 这种模型。这就是用不同的结构来去表示来去建模这些语言模型。那么这些语言模型如果一旦我们训练好之后，那么这些模型本身就能力就非常强，你就可以用它来解决很多的下游任务。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语言模型训练好之后很多的像谷歌OpenAI 他们就把这些模型给公开了，然后我们下游要用的话就把它下载下来，然后在固定的任务上把它来调试一下，这就像 fine tuning，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下游来用了。那么整体上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的自然语言处理里面的研究就分为上游和下游。上游呢就把这个模型呢做的拼命做大，因为做大它好像是它能力会变得更强。比如说现在的模型规模已经达到比如说这个万亿级的规模，那就是万亿个参数的这个模型规模，它的能力也变得非常强。而另外一个在下游任务适应的时候，也是随着模型能力的增强，它的 field short learning， 什么叫 field short learning 呢？就小样本能力，在我给就是给你看一个样本，你就能知道我要叫你干什么，这个有点像我们人类学习，就是这种通用的学习能力。那早期大家知道，像这种像 AlphaGo 啊，或这种人工智能的比较厉害的东西，都是需要大量的训练才能得到的。那现在特别对于自然语言，很多的任务也是要通过大量的数据训练。那现在有了这些大模型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样本就可以驱动这个大模型。让这个大模型呢去训练，去这个在下游任务上，就能够表现得非常好，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人的这个通用能力了，所谓的在人工智能里面追求的这种所谓的通用人工智能，这个是在模型变大之后就涌现出来的一种能力，所以呢，就是当模型变得更大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传统的使用大模型的方式呢就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这些大的厂商他也不愿意去开源了。比如说像 GPT-3, 那个 OpenAI 训练出来他也不开源了。另外呢开源之后其实你下游的人也没法用，因为它模型太大，它是 GPT-3 是千亿级别的。千亿级别的话，那我们可以想一下它要放在这个计算机上，你要比如说这个它本身是用大概比如说几千张这个 A100 的 GPU 训练出来的，那如果你往下游用的话你至少比如说 fine tuning 啊，或至少也得几十张的这种卡来用，这个成本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就是其实一种更合适的方式就是它部署在服务器上，然后你如果需要的话就调用，这是一种更合理的使用方式。
那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你如果在下游用的时候，你就不能像传统的机器学习那种方式，就是模型就 fine tuning， 就是说，就是这种一般的使用方式，就是把模型参数调一调，往下游任务去走。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就得必须把预训练模型就给它固定住了，它参数固定住，它不动的。不动的话，我们就是要需要人去在输入中给它描述一下我要干什么，然后它才能去解决下游问题。我们以 GPT-3 为例来去看一下它是怎么来做的。GPT-3 是一个你就刚才讲的那种大规模的预训练模型，只不过它参数变得非常大，是一个千亿级的模型，千亿级模型，就是训练成本非常高，它相当于GPT-3 的训练一次的开销成本大概在如果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应该在千万级别一次的训练成本。所以你想想一个亿万富翁他可能也训练不了几次 GPT， 所以这个训练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就是那他一旦训练出来之后，他基于这个商业的考虑，他也不愿意开源。所以我们就在想，但是他开放 API 给我们用当然也是收费的，所以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怎么来用它，或者怎么把它用得更好。它就是个语言模型，就是比如说输入一个 prompt， 这就是输入给它所谓的提示比如说这个来看一下这个机器人的第一定律，然后它就哒哒哒就可以去输出了。那这就是一般的语言模型嘛，按照我们刚才讲。那这个语言模型它的能力到底有多强呢？它就出现一种新的这种所谓的学习范式，叫 in-context learning。 什么叫 in-context learning 呢？就我们给它输入的时候，输入这个给 GPT-3 输入语言的时候呢，我们输入这种 pattern 的形式，比如说输入 input 冒号输入个日期，把 output 就把这个日期给它改写一下，然后再输入，比如说输入这三个例子，这个三个例子呢叫 in-context example。然后呢我们就把它给这个就是再输入一个就是 input 这个东西，然后再输入 output 的冒号，然后从这里开始就让 GPT-3 自己生成了，然后 GPT 它就会自己生成就是07这种，就是和上面的 pattern 一样的这些东西。所以这种格式就是说我在让它做任务之前先让它看几个例子，这种学习就叫 in-context learning。 它和传统的那个 model， 就是那种 model tuning， 就调参数的学习方式呢，就是很不一样的。对，然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基于 GPT-3 的一些应用。然后比如说我可以输一句话，然后让它生成一个网页按钮，等等吧，就非常多。那 GPT-3 后来呢，又在 code 上，就是代码生成上，又预训练一下，然后就赋予它的这种代码的生成能力。现在就是你可以让它去写一段代码，这个都是简单的代码都没有问题的。那么就是说，我们下面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怎么样会使得这个，这种就是 GPT 它可以解决所有的自然语言处理任务。那么这个我们之前在很多的就是这个就是自然语言处理的任务上呢就把它划分成七种范式。就自然语言处理呢也就是七种范式。我们下面先来分别来看一下。第一种呢叫这个分类范式，就输入呢是个句子，然后输出呢是个 label， 这是一类任务，比如说情感分析，就是这样的范式。然后另外一种范式呢是这个匹配问题，就是这个，就是给予两个句子，然后判断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著名的任务就是文本推理，还有一个就是序列标注范式，比如说我们从一个这个句子当中去抽取一些实体，然后这边给它打一些标签，
用这些标签来表明这个句子中哪些位置是实体，哪些不是。通常来讲可以做这个命名实体识别，以及这个比如说阅读理解，给你个问题，给你个上下文，让你把这个它的答案的位置给它抽出来，这个叫机器阅读理解，和我们人做阅读理解的这个形式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用现在是让机器来自动完成，以及像这个机器翻译，比如说序列到序列，就是给定一个机器翻译 machine learning， 然后产生中文的这个这个东西，然后我们看右端，其实它就是个语言模型啊，每次产生一个字，然后作为下一步的输入，这就是一个语言模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序列到动作序列，就输入呢是一句话，然后每次呢产生一个动作啊，这个现在用的比较少，早期在那个句法分析里面用的比较多啊。还有一个就是语言模型了，就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给一个字产生它的下一个字，产生下一个字。但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叫研码语言模型，就是把这个就是比如说一个句子其中有些词给它盖住了，再让它预测啊，这种也可以称为是一种语言模型。我现在像 GPT 思维用的是这个右边这种称为叫从左到右的这种left to right 的语言模型。对，那么这里我们就介绍了这个七种范式在自然语言里面这些任务形式。那现在我们希望做的呢，是因为 GPT 那不是语言模型吗？那我们现在要用 GPT 这种方式来去解决所有的自然语言处理任务的时候，首先要一点就是说，这些任务能不能转换成这个语言模型的形式。事实上在这些语言模型当中，我们也有很多的论文也在往这方面走，就是把所有的自然语言处理任务都尽量的用这个语言模型这种形式来去解决。那么这里呢就说到了这个 GPT 思维ChatGPT。ChatGPT 呢它相当于就是用把语言模型呢迁移到一种类似于 dialogue， 就对话的形式上，然后用对话来去完成所有的自然语言处理任务，就是所有的自然语言处理任务都是可以用对话来解决。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比如说分类的话我输入一个句子，然后我问这个句子是什么类别的，这就是可以用这个对话的形式。然后包括做阅读理解，它也是可以用对话的形式，包括机器翻译也可以用对话，比如说我说一句中文，然后告诉他请你把它翻译成英文他应该能看懂这个语义。所以这就是一种这个用对话来去，或者把所有的自然语言处理的形式都用对话的形式来提出。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通用的一种解决自然语言处理问题的一种新的范式那么有了这种新的范式之后，这个 OpenAI 就做了这样一个大的预训练模型叫 ChatGPT 它就可以支持非常多的下游任务。那这里我这里没有太举这个例子，因为我相信网上已经有非常多的这种例子了，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搜索一下，或者如果可以翻墙的话，你可以去看，就是比如说去尝试一下。那么它目前是不对国内开放的，所以但是网上已经有非常多的 ChatGPT 能力的一种这些展示了。那我们来看一下ChatGPT 是怎么做出来的。它是这样，就是在前年的时候，这个 OpenAI 就放了这个 GPT 10嘛，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他放了 GPT 10，当时就认为这个是个非常有轰动效应的一个模型。他首次做了非常大的就是千亿规模的这种模型，并且他的 in-context learning 刚才讲了，就是他的能力非常的强。然后他后面就进行了几次迭代，
那首先呢，他把这个 GPT 呢，首先在 code 上，就是代码上去重新训练了一下，代码也是语言模型，他把 GitHub 上面的这种代码全部抓下来，而也是在继续训练它。那么这个 GPT 就拥有了这个写代码的能力，他把这个叫做 Codex， 就是或者叫 Code 达芬奇001啊，这个它的版本。那么还有就是 Code 达芬奇002，对，就是后面演化出 Code 达芬奇。不过 Code 达芬奇02呢，它是和另外一个东西的结合，就是叫 Instruct GPT。这个呢是相当于我要使得这个 GPT 呢能听懂一些人的指令 instruct， 然后这些指令包括就是交给他完成什么任务，然后这也是一种，然后他把两种呢相当于可能是混合的一种训练，然后就到了 code 啊达芬奇上面啊，就得到了 code 达芬奇002。 code 达芬奇002呢啊就是他就 release 出来了，就叫那个 codex 啊。大家如果有同学会编程的话，那你就可以试用一下，基本上啊可以帮助你辅助写很多程序，并且可以极大的提高你的编程效率。那么基于这些这个基于这个 code 达芬奇002呢，它又经过一些指令的优化，就得到第二版的文本的 text 达芬奇02，然后再经过这个叫强化学习，就是相当于不断的什么叫这叫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 就是相当于从人类反馈中进行强化学习，就相当于我们不断的有人用它，然后会有一些这个标注者，然后会标哪些回答是好的，哪些回答是差的，不断的进行这样的学习，就得到了 ChatGPT， 只有整个它的大概的一个发展的脉络，对，就是这样。那么 ChatGPT 呢，它就就是它的能力就会变得非常强了。那么它是为什么或者怎么来去产生这些这种能力的呢？就是。首先你得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叫什么，就是初始模型就像 GPT 10一样。那事实上我看很多人有讨论说这个我们国内为什么没能产生这个 ChatGPT 这种模型。那首先就是我们其实就没有从 GPT 10那步就落后了，就已经没有跟得上了，就国内没有模型能够和 GPT 10相媲美的。那么所以就后面就更加差距就更加拉大了。那么我们看一下有了 GPT 10之后它是怎么去迭代这个模型。那首先呢它要去收集很多的这个数据。这数据呢就是说因为它 GPT 10训练出来之后它就给那个开放给公众来用了。那用了之后呢他就请了大概很多的数据标注员去人工写答案，比如说哎，问这个问题我应该怎么样来去写这个答案。那么在写这个答案的时候他其实还应该是很重视一件事，这个事就是伦理，就是大家会可以看到有些人会问 GPT 10一些关于敏感的伦理的或者敏感的问题，GPT 10就会检测到并且你用统一式的模板回答，比如说我是一个语言模型我没有这方面能力。那其实并不是他们真的没有这方面能力，而是这些问题可能过于敏感或者涉及到伦理问题，所以他是不方便做回答的。那就是我们要找把这些问题甄别出来，然后让人来写答案，然后他就按照这些人的答案去生成回复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按照这种比如说请一个标注员标很多的数据，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去这个表达就是收集很多数据然后去训练它，训练这就得到一版的这个模型。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
因为这个写答案的成本还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就这个标注员肯定要写得多，所以呢一种更高效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我们让 GPT， 因为语言模型嘛，它每次产生是概率，所以你每次按照不同概率去采的时候，它会生成一些不同的多样的答案，那我们就让人去打分，哎，哪个好那么这个它的数据标注的效率就会更高了嘛。那有了这个之后我们就可以去训练一个模型，这个模型能感知到哪些答案好，哪些答案坏。那么有了这样之后呢我们就训练这个，我们把这个模型呢 称为叫 reward 模型，就是一个奖励模型。这个就后面就可以像那个 AlphaGo 一样这样去运行。就是什么呢，就像 AlphaGo， 就是说我一个比如说这个模型，然后我做一个决策，然后一直下棋，最后输了给你个惩罚，赢了给你个奖励，然后它就可以自己迭代下去了。那么这个下面就按照 AlphaGo 这种形式就可以了，就是它首先呢比如说有一个问题来了，然后它让模型呢先产生一个输出，完了之后把这个输出呢送到这个奖励模型里，奖励模型就给个奖励嘛，你这个回答好坏就根据左边训练的这个奖励模型。然后有了这个奖励我就可以去迭代这个我们的这个相当于 ChatGPT 这个模型。然后因为奖励模型它如果足够强大的话，加上有不断的 query， 不断的这个问题给它，它就可以一直不断的在强化，一直不断的强化，强化到非常强。所以这就是大概整个 ChatGPT 的一个构建思路。通过这种大量的人来用，然后呢它这个模型就会慢慢演化的越来越强。这就是这一套的方法。对。然后呢ChatGPT 呢它是这样，它是这个所谓的，它这里还有一些限制吧。这个限制主要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它首先呢就是说它其实是知道很多东西的。但是呢就刚才讲，为了一些避免它回答一些敏感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把很多的这个答案呢给它遮掉。给它遮掉。那么这就是相当于把他的能力上面加个类似于封印的东西，给他封住，不让他回答。但是这个我们知道，因为这个其实还是挺难的，就是说，网上有很多的人去试，比如说，哎，我问一个某种敏感问题，比如说，那个你怎么毁灭地球，对吧？他会检测到这个问题，然后呢，然后就说拒绝回答。那但是有很多人绕过这个，就通过这个所谓的把这个说法给他变来变去，变来变去诱导他去说，假如他前面加了一些这个修饰词，比如说你现在假设如果我来干这件事不是你来做，是我来做的话，或者一个电影里的坏人来做的话，他有什么办法来去毁灭地球，然后这时候ChatGPT 就会产生如果毁灭地球分为几步，一二三四，然后就可以回答出来。所以这个还是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的ChatGPT 就是说它首先呢它其实真正上还没有做到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就是说我很多事情我不知道，但是呢你在它盖住了一些盖，就是刚才讲的封印住了一些能力。但是如果你这个很就是尝试反复不同的问法问它的时候，它还是能发现它的一些漏洞。当然这我觉得都是我觉得就是说这都是小的问题了，但是就大的其实它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对，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关注一下。对。我今天大概就给大家介绍这么些内容。就是说大家可以适当的都去关注一下自然语言处理里面最前沿的这个东西，以及
最近呢，在比如说我们中文的网络上的一些讨论啊，这个讨论也非常有意义，就是 OpenAI 它是如何做出来，因为它不是开源的，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它背后具体是怎么做的。然后我这里讲的很多呢，也可能也是猜测。然后另外一个是比如说我们国内如果想做这样一个东西啊，需要什么样的资源？对，那或者什么样的途径能够做出来？这个也讨论非常多啊。如果你们有同学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往这个方向走走啊，也还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嗯，好，那我的报告就到这里。好，谢谢。好的，感谢邱锡鹏老师。那邱老师刚才从图钉测试引入，然后介绍了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的区别，接下来是介绍了计算机的自然语言处理，主要分为自然语言的理解和生成。然后邱老师介绍了计算机是如何处理自然语言的，以及介绍了一些比较大的模型的处理的过程以及原理。最后邱锡鹏老师主要讲解了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个 ChatGPT 的模型，然后这个模型它能够在对话中完成自然语言的处理任务，然后从用户中收集数据，形成了良好的初始模型，并且能够探测出一些敏感的伦理问题，这是它的一个小缺点，但是整体而言，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型。对，然后接下来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吗？邱老师好，能听到吗？哎，可以啊，你说。对，就是那个，我想问一个关于 ChatGPT 的问题，最近前段时间也在玩这个，然后。就是他那个不是有一个 try again 嘛，就是你比如说你对他的回答不满意，可以重新输入。为啥？就是你对一个网络来说，它的参数训练固定的话，你同样的输入不应该是相同的输出吗？它为什么会输出不同的结果呢？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语言模型嘛。语言模型它其实每次产生的是下一个词的概率，对吧？对。对，所以这就是一个采样问题嘛。就是比如说我每次采top 比如 top 2 top 10的这样我就可以一路往后走，就可以产生非常多的回答。就我比如生成下一个词的时候，我生成前两个概率最大的，然后再往下走，就是比如说生成每个再生成这个前两个概率最大的，就变成四句话，等等就八，就这样往后走。但事实上这个很复杂的。不是这个这样走的话，它的空间会很大。那通常在这个生成里面会有几种采样方法，比如说像 Beam Search， 就是我每次只保留前 K 个最大概率的样本，就每一步都采就是说每一次只保留前 K 个最大的，就是我先产生一个两个，然后呢两个变四个。变四个的时候，我再选两个最大的，然后再往后走。对，这样的话，它一直是，比如说，Beam Search。当然，你说这个的话，就是它不是选最大概率的，它是可能是 Top P， 就是一种什么采样呢？叫 Nuclear 采样，就是说我每次可能在前 P 个，就是。前几大里面随机挑一个，产生，然后一直往后走，这样它生成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随机性。哦，就是相当于比如说概率前五的，然后它随机选一个、两个这样子的，就所以产生了随机性，是吧？对对对，是的。哦，好的。还有就是一个小的问题，就是说最近关于 ChatGPT 讨论也比较多，就他们有的人就说这是对程序员来说是福利。但工作更简便了，有的人觉得对程序员来说是打击，就人能做的事情，那个机器也能做了。就您觉得这个问题怎么来看待这个之间的这个 trade off 的这个 balance？
我觉得可能整体上会对这个这个我们的程序员是个福音吧，可以提升编这个编程的效率，因为本身在这个写程序的里面时候写代码的时间本身就是很少的，大部分都是在调参啊或者提 debug 啊之类的。如果有个人替你写一下代码不挺好？然后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对，好的，好的，谢谢邱老师。好，还有其他同学有问题吗？那个大家没问题，我就那个邱老师我问一下吧，很好奇。是这样的，就是那么刚开始我们其实是从图灵测试开始的，那么如果就是用那个 ChatGPT 做检测的话，它图灵测试的一个表现现在是怎样的？我估计会很强。我觉得它应该很强，但就是它至少就是它所有的问题都能理解。它生成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小问题，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叫什么，就是不能掩盖它的优秀。咱们换一种问法吧，就是比如说邱老师你来那个进行那个图灵测试的一个竞赛，要求你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之内把它给识别出来，说它是这个 ChatGPT 而不是一个人。你会用从这个上面你会用什么 trick 来？对，这个判别这个还是很容易的，因为它是有明显的特征在里面的，就是，但这个不，我觉得不是说它的能力怎么样，就是，它的特征是这样的，就是它的回答模板很套路，它回答是很套路的，这个套路就是对我们人来讲是可以很容易辨别的。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是可能那个 OpenAI 故意强加在它上面的一些东西，但事实上这个东西如果你放开了的话，它可能表现会更强一点。但放开的话，它套路性会差，但是会不会就是它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满意度就会差？这个很难讲，我觉得很难讲，就是它的推理能力或者它的这种能力，现在其实还搞不清它是从哪个地方来的。也有人很多说，就是当参数规模大了之后，就来自于就是它就涌现出了这种通用能力，就是叫现在很多在我们这个领域，很多人把它这个归结为叫就是 emerging scalability， 就是像智能就涌现出来了。因为本质上它是见过了网上大量的这个，你说。袁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我想问一下，像这种大模型，它对就是以往那个深度学习中常见一些问题，比如说那个对抗样本这样的问题，它有这方面的改进吗？我相信类似对抗样本也是存在的，不过它实在建的数据太多了，可能就是已经没有空间漏洞给你去攻击它了。另外就是对于这些大模型来讲，它本身是就是这些语言模型来讲，它本身就是那个不算梯度的嘛，就是它本身就是个黑盒，你也不知道它里面是怎么转的，所以你想攻击它，如果没有梯度啊或者之类，你想攻击它本身就会变得更难了。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像这样的模型，它是不是本质上还是一个那个概率推断？就是它还是在看你这个自然语言中，它前后的这些句子或者单词，它的那个统计特性，
就它有没有真正具有像人这样的思维结构，就对知识有一个整理的能力在这个里面。就是我觉得因为在网上的很多文本是本身是而我们比如说人在表述事情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带有这种推理的东西在，就比如说我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是啊，因为这个所以什么，然后或者比如说我们做某件事把它分成第几步啊，一二三四五几步，你会发现这些语言模型或者 ChatGPT 它非常善于回答这些问题。比如说你问他在大学里学习要取得一个好的排名我应该怎么做，他就告诉你一二三四的这种。就是他的这种或者模板化的或者套路感的东西还是非常明显的。然后这个我是觉得它就来源于在网上就学会了这样一种表述方式，所以它是一个语言模型，这个没错。但是当它模型规模足够大，建了大量背下来大量的这个文本之后，它就隐式的学会了这种就是推理的方式。对，那您在就刚刚我看到您的 PPT 里面有说它有个问题是说，当那个用户的输入不太准确的时候。就如果是人的话他是可能会反问的，但这个模型他不会，就我想问一下他这个里面是什么样的原因，是因为他在训练时没见到这样的数据吗，还是什么原因？对，他可能就是这个对你说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他这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他还真的不能称为 ChatGPT， 他更恰的是我们人聊天可能就是反问啊或者什么，他其实每一步的时候他还是去做回答的。那么这个就是或者更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这个叫 QA 的 GPT 可能更合理一点，就是他每一步还是去期望给答案而不是去反问。对。对，这个可能跟他训练的这个就是那些标注员嘛，就是标注他，鼓励他应该这样的方式来回答。好，谢谢。好。老师，我想问一个小问题，就是像现在 ChatGPT 的它这个技术就是并没有开源的话，它会不会就是比如说其他人想要研发出一个更好的系统，会不会类似于遇到更大的困难，就是如果这像一种垄断的话。对的，就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像 OpenAI 和其他的在这方面的研究吧，我觉得就已经逐渐的拉开了差距。并且这个更严重的是这个差距还不完全是技术上的。就它已经是迭代了一波大量的，现在不是很多人在用它嘛，就是收集了更多的这个用户数据之后，它可能就会变得更强。而比如说追赶者可能你可能技术上达到了，但是没有人用，那么你的能力就始终会比不过他，或者很难追赶上。那就是在信息技术领域有没有类似于某一段时间之后就必须要开源这样的规定呢？就像专利保护到期这样。没有。那个就像谷歌百度他们核心技术都不是开源的。好的。对，这个也有点像搜索引擎嘛，像谷歌它就一家独大嘛。他因为用的人最多，所以他的搜索效果就会更好，这个是一样的。可能就是从搜索技术本身来讲，像微软啊，其他的像甚至像原来的雅虎或者之类的，它搜索技术可能并不弱于谷歌，但是谷歌的搜索结果就是好，就是因为就用的人多，然后有更多的反馈。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嗯，好，不客气。那如果没有其他同学还有问题的话，哎，好，如果没有其他同学有问题的话，就进入下一部分。嗯，首先我想请老师们来，大概总结一下，就是为脑智能研究的一些，方向以及前景。那个于雨果老师，您刚才说就是讲座完了之后可以来总结一下的。好嘞，所以又把那个给我留了个作业哈，刚才那个非常精彩啊，就是听到那个王晶老师还有邱启鹏教授的精彩的报告，尤其是对咱们当前最前沿的涉及到脑机交互方向以及自然语言处理方向，都给出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总结，还有包括指出来它有可能发展的一个前沿的一个进展。有哪些科学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的去发展和探讨？可以说，在过去的10年到20年里，这个机器学习以及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是发展的非常的迅猛，它给我们的生活的多个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这样一个推动。比如说简单举个例子，就是说在16年。那 AlphaGo 它战胜了人类围棋的冠军，那基本上在短短2年之后，那这个Google 公司的 DeepMind 的这样一个子公司，他们又给出来像那个AlphaFold 就是那个涉及到那个蛋白质折叠系统。我们知道，就是蛋白质折叠一维的氨基酸链，我们的生物大分子啊，就是蛋白质，它是由这个一维的氨基酸链，然后形成的这样一个三维的结构，自然界的这种这个氨基酸链生成这个三维结构，其实是很短时间内就可以形成。但是让我们科学家去做这样一个从计算模型去推测出从这个一维的氨基酸的大分子的这样一个多个氨基酸分子去形成这样一个三维结构去预测它，其实是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应该是在过去的30年，都只能。最好的成绩可能是达到对比较简单的蛋白质分子达到60%左右的这样一个预测率，但是 AlphaFold 在18年推出来的时候，就迅速的对25种蛋白质的大分子的三维结构能够预测达到了85%的这样一个预测率，可以说是碾压了当时的所有的人类的就是科研团队。那在又在过去了。也就是2年多的时间，在2020年、2021年，基本上把几乎是所有的动植物的蛋白质的这样一个氨基酸链形成这个蛋白质的这样一个结构就全部预测出来了，而且正确率达到了95%，这个95%之所以没达到100%，还是因为有可能是实验测量的这个蛋白质的一些结构，未必是哪个正确，哪个更对，是吧？这个可能还是。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说那个机器学习所达到的这样一个深度，还有这个超前性，可能是对我们人类科学的发展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作用，至少是在这个蛋白质折叠，我能看到的这个方向，可能是推进了把我们这个蛋白质折叠这个学科。或者这个研究方向推动了至少50年以上，因为我们期待，也许是没有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那靠我们这个科研团队，可能在未来的50年能够达到预测率，对这个地球上所有的动植物的蛋白质的这个生成三维结构的这个预测能达到95%，我觉得50年可能是相当保守的一个时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在。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也许从12年就有了这样一个开始爆发的这样一个起点，到现在也就过去了10年，但这个10年，在多个领域已经带来了巨大的飞跃，包括像那个邱老师讲的这个自然语言的这个处理，也是相当迅猛的一个发展。
虽然就是说已经有那么大的发展，但的确刚才也我看那个邱老师也讲到，就是说可能还是有许多的局限性。包括刚才我们有几位嘉宾、几位老师和同学在问，就是说当前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它的一些有可能对语言或者对一些事物，它并不是真正的了解，它可能只是通过这种概率的推断来去给出来这样一个就是根据大量的这个训练啊，训练样本只是给出了一些这个成功的可能性。这样的话给出了这个回答是某种意义上来说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漏洞的，但是呢和人脑不一样，和生物脑不一样的地方是生物脑能够理解它的内涵，甚至能够给出一些智慧的回答，并且对短短的一句话甚至是一个错误的一个东西，它能够给出一些思考。但是我们的机器的目前来说的智能，有可能它给出的它不能够给出思考，不能够给出它背后的这样一个内涵的一个理解。有可能这是目前来说虽然说它已经这个人工智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飞跃，可能在这个地方上要去继续的进展，能够做到像哪怕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这样一个智能，有可能在未来的10年到50年也许会出现这样一个质的飞跃。那这个也是期望我们这个生物脑和人工智能能够携起手来，能够齐头并进。就是一方面我们可以应用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我们叫做 AI for science， 也就是利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来解决我们物理学的数学的生物学的化学的以及各个学科的一些科学问题，哪怕它是利用一些机械式的一些概率推断的方式，或者利用大样本训练出来的一种我们目前来说还是黑匣子的一种生成的方式来去解释我们比如说物理学的一些规律，像万有引力定律，或者通过观察我们的自然界的一些运行来去给出量子力学的一些回答，包括相对论的一些这个重现这些规律，重现这些定理。如果是到这一步的话，也许我们慢慢的 AI 就能够帮助我们来，哪怕他不理解，但他告诉我们的答案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我们宇宙生成的一些规律，还包括一些这个自然界的一些等等的一些科学问题。我觉得可能在未来的这一段时在这段时间，一方面是 AI 可以帮助我们来去理解解决，甚至包括一些数学问题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但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只是从这个里头去有所收获，其实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脑科学的在过去的几十年，甚至是尤其是过去的20年，也出现了一些迅猛的一些发展。基于这个脑科学的，比如说在2005年，其实那个 IBM 和那个瑞士的这个一些科学家，他们就是推动了这个蓝脑计划，推出了蓝脑计划，希望能够把动物脑的一个皮层柱功能柱给它重现出来，用计算模型给它重现出来。到12年，就是欧盟在这个基础上又推出了这个欧盟的脑计划。然后在2013年，这个美国推出了这个人脑图就是应该说是生物脑活动图谱的计划。然后到其实是2016年到2021年，这个中国其实是陆续推出了中国的脑计划。这些脑计划的目的其实也就是想把这个脑科学的研究对人脑这个智慧的智能的它的产生背后的一些这个神经生物学的机制还有包括智能涌现的这样一个机制，能够给出比较合理的这样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研究也许在未来的就是10到30年可能会有更多的这样一个答案出现。但至少在过去的10到20年，我们了解到的就是说那个神经科学出现了这些迅猛的发展，已经给了我们许多的惊喜。比如说目前我们已经能够有这个整个的最小的应该说是最简单的一种动物比如说像线虫，这是最简单的动物之一啊。像线虫有302个神经元，那它的302个神经元的连接模式在2019年到2021年分别有2篇 Nature 文章揭示出来它的这个连接的模式。
神经元层次上的连接模式，可以说脑的结构决定了它的智能，它的功能，是吧？所以通过它的连接模式，也许我们可以去就进一步的去解析它的一些工作原理，或者是神经信息处理的一些机制，以及包括这个线虫动物脑的它这样一个智能的一个涌现机制。在它之后，像那个斑马鱼、果蝇、小鼠，还有包括这个灵长类的一些动物脑、猕猴脑，还有包括人脑，一些结构图谱也纷纷的在过去的几年都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能够在介观尺度甚至宏观尺度上给出了它的许多的连接模式，并且在研究的一些细节上，能够揭示在神经元层上给出了许多的复杂的放电的一些类型，和这个它的一些神经信息和编码的一些机制。那这些的话都表现出来了我们生物脑它具有了非常强的超低能耗的一些特性，还有包括它的一些灵活可塑性，能够对那现实的环境中不断出现一些变化的这种环境啊，那它可以给出一些灵活性的一些适应性的一些应变方式，这个是生物脑神经元的它的一些特性。那神经元又组成了神经网络，又表现出了一些更加灵活和智能的一些工作机制，那体现出来，尤其体现出来是它的这个那个一些临界特性，还有包括它的一些涌现性，就是说复杂性和涌现性，也就是说它在一定的大的尺度上，它会出现一些新的一些功能特性，是每个单元每个网络的单元的简单的一些加和组合是解释不了的，它只有在这个复杂的这个网络的体系情况下，它才会涌现出那种复杂的功能，这个是这样的一些特性。那另外的话就是欧盟科学家其实是给出了一个描述啊，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去再次的去说一下，就是欧盟脑计划的科学家给出这样一个总结，就是目前没有任何的自然或人工的系统能够像人脑那样具有对新环境的自适应的能力，对新信息和新技能的主动的获取的能力，以及在复杂的环境下能够进行有效决策并稳定工作几十年的能力，也没有任何系统能够在受到多处损伤的情况下还能够像人脑一样保持非常好的这个稳定工作的这种鲁棒性的这种特性，并且在处理同样的复杂任务的情况下，也没有任何系统能够媲美像人脑这样的超低能耗的特性。比如说 AlphaGo 战胜了人类围棋的冠军，它的耗能却是50万瓦的这样一个功率，而人脑在对弈的过程中它其实耗能只有20瓦的这样一个功率，所以这个有数万倍的这样一个差距，正是这个许多这样一些生物脑的这些特性，或许它背后的一些工作机制、神经机制，可以启发我们新一代人工智能的迅猛的发展，就是可以突破当前的许多的工作的一些瓶颈，哪怕就像刚才那个邱老师讲到的，比如训练那个GPT 三代。这样一个复杂的这样一个机器学习的这样一个网络系统，可能光是训练就要消耗上千万人民币的这样一个开支，那更何况它在这个打开的时候，可能这个训练这样一个网络需要的这个承载的这样背后的这样一个超级计算机啊，可能它的功耗就是上百万瓦的这样一个功耗，可以说是这个在这个情况下很难。就是进入到我们的平常的这个老百姓的这样一个家中去能够用起来，这个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人工智能也是有一个比较长的路需要走，需要去更好的去借鉴我们生物脑网络来去发展新一代的这样一个深度学习的这样一个神经网络和模型算法。我觉得这个接下来的这未来的十年有可能是人工智能和这个脑科学携手并进的十年，也许这个我们作为我们咱们的这个就是研究专家也好，或者是研究生也好，还有包括我们的大量的这个本科生刚刚进入到大学阶段的一二年级的三四年级的或者是高年级的这样学生，也许可以在这样一个人工智能和脑科学发展的这样一个
一个大的浪潮下去迅速的找到自己的这样一个定位，或者是可以就是为我们的这个脑科学或人工智能这样一个迅猛的发展去贡献出自己的这样一个就是光和热，就是也许可以思考这里头的一些科学问题，可以让我们的人工智能更加的智能，可以让我们的脑科学的背后的一些工作机制揭示的更加的高效和迅速，这样的话我们的未来可能是像应该是比过去的十年会更加的精彩，我们对智能的理解也会更进一步，我们对于整个宇宙的本质比如说宇宙的诞生它的本质也会有更深的这样一个理解，这个是我觉得是今天做这个讲座就是很荣幸邀请到了几位专家，尤其是脑科学方面的我们这个非常权威的专家于洪波教授，还有包括我们的脑机交互方面的专家就是王晶老师，还有我们的这个机器学习自然语言方面的这个就是在国际上都是比较领先的这个邱锡鹏教授，那这个讲座的话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思考，也会促使我们这个在科研方向上在多个方向上可以有更多的一些科学问题的进一步的去钻研和探讨，以及包括合作就合作的研究，我就简单说这几句啊，可能说的有点个过多，也希望我们那个比如说像于洪波老师也是不是可以因为没有去进行今天的讲座，但是呢是不是可以也来总结一下，因为每次于洪波老师的总结都是非常的精彩。于果老师过奖了。其实今天是这个来学习的，这个大家可以听到就是在报告当中我们王晶老师特别清楚的讲了，就是在脑机接口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怎么样来能够监测到脑。那么从监测脑的角度而言，我们来诊断脑给我们的这个疾病啊等等服务。那么另外一个呢，是从我们的材料的角度而言，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更好的这种柔性材料，能够更好的提取到信息，并且来干预脑，来进行这些这个相应的治疗手段。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它其实是对脑的这样一个这个器官，对吧？那么我们可以用多种的手段，包括高分子的，包括这些成像啊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手段，去服务于我们脑的这样一个研究的本质，对吧？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将来的这个发展方向当中，一个柔性化、微型化的这些器件本身，它们给我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可能性。因为以前的话，我们脑机接口实际上是这个隔靴搔痒的，比如说脑电啊或者等等，其实它的分辨率是很差的。但如果有了更多的微创的这种手段的话呢，我们能够更多的这个，其实终极目标我们是期望能够获得脑的本身的这个动作电位的发放，对吧？那么这些终极的信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另外一个，这个我们邱锡鹏老师的给我们介绍了非常 fascinating 的一个还有宁德的有一个，那个董一新，要不然做一下静音吧。那个就是邱锡鹏老师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非常 fascinating 的一个这个自然语言处理的这个 GPT-3 和 ChatGPT 的这样一个前景。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它的这个推进力是巨大的，但是呢，这个就像我们同学也提出的，就是如果它在这个进行这个系列的交谈过程当中，或者是在这个进行一个逻辑推理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还是会露出它的这个缺陷性的。因为本质上面它更多的其实是一种基于概率的，基于这个过往经验知识的一种学习的过程。那么这个我相信，如果这个要真的对它进行这个图灵测试的话，我们人类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办法能够识别出它的不同的。那么从我们的角度而言，脑科学角度而言，怎么样能够促进这个学科的发展？刚才那个于果老师讲了一个很重要一个点，就是
我们经常会觉得脑，我们每个人脑似乎这个运力、运算能力很弱啊，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的缺陷。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个点，就是我们的能耗是非常低的，啊，然后我们是以极低的一个能耗实现了一个这个鲁棒性极强、几十年一贯制的一个非常可靠的、快速而灵活多变的一个运算体系。那么这样一个运算体系啊，就15瓦、20瓦。对吧？那么实现这样一个体系，几乎是目前看起来，你问芯片行业，几乎是 mission impossible 啊。那么这背后其实涉及到整个脑科学当中，哪怕是从神经元的它的突触的这种传递方式，到它的这个轴突和树突，尤其树突上面的非线性整合啊，等等等等，一系列非常非常精巧的纳米级别的这样一种构造形式。所以这当中还有这个巨大的一个 gap。那么另外一个点呢，我想稍微强调一点的，就是说这个到底智能是什么，对吧？那个从图灵测试的角度而言，其实我们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其实是一个主观判定的办法，就是以我们人类的视角能否判定出来它是一个机器还是一个人。但是这就其实很狭隘了，把智能就变成一个人所认可的智能，非常主观啊。那么就像我在一开始讲的，其实智能的形式可能是非常广泛的，就是说甚至于不是说这个不同的这些机器算法之间，他们已经以我们人无法理解的方式非常有效的进行这个数据的沟通嘛，进行交流。那么有一些东西可能它呈现的方式是我们人类无法理解的啊，那我们觉得它不是智能，但其实它也许从它成效上面是一种比我们人类还更厉害的智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抱有这样一种这个畏惧的心理，然后对这件事情这个进行一个细致的一个探讨啊。那么再回来，如果说就是以图灵测试的角度而言，是吧，或者说以我们人的这样一个角度来判断智能的话，那么目前就是基于概率的这样一种算法的形式，其实它会遇到一些非常大的瓶颈。这些瓶颈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人本身都是有意识的，我们是一个有意识的一个本体，我们对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行为模式，包括我们的语言模式，都是一个就像刚才于果老师而言，几十年一贯之的一种可靠的稳定的一种对应的一种回答方式啊。那么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本我，或者有我们一个意识在，我们在这当中协调我们所有的行动，对吧？那么意识是什么，其实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啊，这是一个终极难题啊。那么再简单一点，如果说再狭隘一点，是吧？比如说我们人这个有非常强的情绪和我们那个奖赏的一个系统，那么这种情绪的一个评判体系其实是驱使我们人类不断前行的一个非常根本的一种推动力。那么这个情绪到底是什么啊？其实在目前的人工智能这个体系当中几乎得不到体现啊。那么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今天情绪好的时候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今天情绪稍微差一点我会说出那样的话，但是其实它都是非常 meaningful 的，然后其实最后都是服务于我这个人的一个本身的啊。那么对方也会做出各种各样的情绪反应，那么这些情绪反应本身这个在目前的这些算法当中其实是这个难以体现的，就包括我们人类自身对于自己的情绪是什么都很难做出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啊。那么情绪是什么？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这个很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注意，对吧？那么我想特别点出的就是注意其实是一个相对狭隘的一个很小的一个问题，就当我的注意力投射在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么我所看到的就好像说这个我注意力投射到这盆花上的时候啊，那么我所看到这个世界虽然接受了很多信息，但是我眼中世界绝大部分就是这盆花啊，而且它变化的东西就会变得很低。那我眼睛投射到如果在屏幕当中我在盯着于果老师看的时候，那我的世界当中只有他，那么其他人的比例会很低。那么这其实带来了我们在感知这个世界过程当中的一个极其动态而可调的这么一种感知或者这个获取信息的一种模式啊。那个这个本质上和目前的就是我们一种基于这个千亿级别或者万亿级别的用大数据的这样一种这个学习和记忆的这种模式其实是不同啊，就是我们人类通过注意其实是采用了一种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的方式来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获